还是该忧心自己。若不嫌我翻旧账，就立刻滚出去。 把镜子都给我收走，再也不让我看到镜子，快点！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为何要收起镜子？在牢里待久了，看到镜中的自己，觉得老了许多。我现在就拿走。 见心情，公主，宫里急召您入宫。知道了。太子娶檀儿，天秉仁厚，孝有英明，必能克成大统，擢继朕登基，即皇帝位。 丧礼减半，五日是服，昭告天下，显使闻之。臣自知不及圣上明德，唯尽心竭力，不让皇上失望。孙大人，敢问圣上是何时驾崩的？ 今日卯时，当时身边都是何人在守着？萧大人、李太医还有几个内侍。萧大人现在何处？悲伤过度，已随先皇而去了。长姐想问的，怕不是这些吧？圣上尸骨未寒，不见长姐有丝毫悲色。 却张口就是疑心，岂非不敬？我只是忧心圣上。哼，你还是该忧心自己。若不嫌我翻旧账，就立刻滚出去。